哎呀，你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中越缺失什么，他就越喜欢把什么东西表现出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内心从。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中越缺失什么，他就越想把什么东西表现出来，因为只有他自己。你搭理他干什么？你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中越缺。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中越缺失什么，他就越喜欢把什么东西表现出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内心。搭理他干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中越缺失什么，他就越喜欢把什么东西表现出来，因为只有。搭理他干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你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。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人内心中越缺失什么，他就越想。把什么东西表现出来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持恒啊。但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，这话你总听过吧？成熟的麦穗那不都是耷拉着脑袋的吗？啊，也是。走吧，回家。走。